知心速递苹果折叠屏手机 iFold 概念图曝光。据悉，苹果公司可能正在秘密开发一款可折叠手机，而这款手机令人惊艳的概念图已经在网上曝光。这款惊艳的设备名为 iFold， 它展示了未来苹果将销售的可折叠手机的设计理念。虽然苹果公司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反应，但是公众和媒体对苹果研发折叠 iPhone 的猜测早已不绝于耳。业内人士也认为，苹果公司对可折叠手机具有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苹果一直在闭门试验可折叠屏幕设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苹果将对三星、华为等公司的新产品进行细致的调查，总结经验，避免问题，试图探索出一条完美的可折叠 iPhone 的研发之路。